走喽，师傅走喽，师傅走了，师傅走喽，我走了，走了。哦，我一路平安了。我们在，有可能在那个千岛湖还能碰到。慢点啊。慢点就是哈。慢点，窗户放下来。走吧。应该是往哪边拐啊？你看导航，应该是往那边走。走到那里不对，他就会叫你掉头。哦，你还把那个快递的接头，两个快递接头发给我。爸爸。啊？这个给你发啊。啊，现在肯定要接头发给我呀。你发头，到时候我叫人家带，或者说是找，也找得到呀。电话那个东西都在的。啊，两个呀，接头，把那个地址搞清楚。啊啊，点开啊，转开，底下那个要转开。转开了呀。这个，啊，对，这样的接，这样接头才有用。刚才那个呢？刚才也是重新再接，就刚才展开了呀。啊，这对，这样的接头，啊，发给我就行了。到时候能带就带，找，最起码有个地址我去找的呀。啊，对，好，你慢点啊，你今天开到哪里上哪里啊？师傅走喽，美女走喽，回家过端午、中秋节喽，过十一了。到。到，好，你先往那边走，不对再掉个头。对，你先往那边走，他导航叫你应该是这儿，弯道是这个，弯道是这个，弯道是这儿，那叫弯道是哪里啊？应该是的啊。行，对，好啊，姐啊，不能叫，拜拜，别倒啊，别倒的啊，还是再往后倒啊，往后倒，对，那个地方太深了啊。好，放下拉直，往上偏，哎，往上偏一点。好嘞，好了，慢点哈，拜拜。